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去开门。哎，姐，这是我朋友 J， 这是我姐琪琪。嗨，你好。好面善哦，我们昨天才见过面。昨天？有吗？就在你们工作的地方啊。那奇怪啊，我昨天没上班耶，我每个礼拜天都休息的。姐，你一定是认错人了。今天是礼拜一。琪琪。哥。你今天没在忙什么吧？没有啊。我们去骑脚车。好啊，可是你要先等我去换衣服。好，去。我们走咯。拜拜。拜拜。再开心点哦。天气很热。对呀，我都快要热昏了。哥，我……啊，什么事？啊，算了，没什么。啊，终于做好了。对啊。我们要把它放在哪里啊？我觉得这里不错哎。OK， 就把它放在那里吧。OK。怎么样？咦，搁在这里好像也蛮不错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像是他回来了，快藏起来！琪琪，在找什么？小敏呢？琪琪，小敏已经死了。现在到底是怎样？一会儿他还活着，隔天他又死了，突然间他又复活，现在你却莫名其妙的说他死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去开门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们晚一点再聊。哥，哥，您好。你好，吴医生吗？是的。好，请进。谢谢。你就是琪琪吧？是的，琪琪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位是吴医生，他是来协助你的。协助？我干嘛需要协助啊？你疯了！琪琪，先听我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又没有病。你先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不要听。琪琪，琪琪，琪琪，你先听我说一下。我不要听。你快开门啊，琪琪。
星期四、星期五。今天是星期五，吴医生来过我家。星期二的时候是我生日。星期四，我看到哥，他说他去办后事。星期四是我第一次看到 J。J 他那时来我家的时候是星期一，可是他却说他没有见过我。当时也看到小米在客厅看电视，小妹还活着啊。星期二，小妹还活着，可是星期四，哥却说他死了。那就是说，小妹是星期三出事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小敏是在前往俱乐部途中遇车祸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前两天。事发后他就变成这个样子吗？嗯，他向来都容易感到焦虑，孩子对我说小敏还活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太大了，一时间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吧。其实我也这样认为，他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心情吧。嗯，那好的，我下一次再过来。谢谢你吴医生，来送你。